你名字管多少？我不知道你名字值多少钱，但是我觉得你的名字应该比别人的号值钱，因为真的是绝版限量啊。能打败你，在名字领域比你牛逼的只有啊官方人员。这个名字啊真的牛逼啊！新区起这样的名字，然后再转区，新区不让起这个名字，转区去到别人的区，有人跟你重名的话，你就会起一个新的 ID。所以说他的名字就是绝版。你玩梦幻西游这么多年，在你们区也没有见到一个叫梦幻西游一个字不差的吧？绝对没有，因为在角色建立的时候会有一些黑名单制度啊，就有些名字压根就不让你起，梦幻西游就是黑名单。你做一个军火商人，谁能冒充得了你，对不对？你打伏战，谁能记不住你？在名字领域，你就是神啊！梦幻西游打造啊，暴力不暴力？梦幻西游强化打造，暴力不暴力？你就给我学打造，游字真不对，他妈游字是真对，这他妈游字你能说哪个字不对？你告诉我哪个符号不对？这游字啊！你找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能告诉你这个油是对的啊，而且咱们是按照刚才搜入法检索搜索的，照样也能搜索到啊。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挺好玩的，钱也不一定愿意有人为 ID 多花多少钱吧。来五四来刷。